我觉得是在人宁二只是个创举吧，不管从在那个中矿难发生到最后营救，我觉得这是一种人类共同的一种美好的向往，能够把这些人重给他们，给他们重新给他们新生。咱们这个啥中国啊，建矿井跟坑道的时候啊，应该啊加强安全设施，保证矿工的安全，生命是第一性的。